一根小蜡烛点燃全家法身慧命。在台湾高雄县，有一位名叫美君的女孩，在公园骑脚踏车玩耍的时候，不小心跌倒受伤。美君，小心点，不要从车上掉下来啊！妈妈，你放心吧，我怎么会掉下来呢？我的技术很好的。哎呦，美君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哎呦，好痛啊！美君，你能站起来吗？不行啊，我的脚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啊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我们快点去看医生。美君的母亲连忙把她送到诊所去包扎治疗，但一直未见好转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好一点呢？没有，还是很痛的。医生，我女儿的脚究竟是怎么了？我看你还是带他到大医院做一次彻底的检查比较好。于是母亲带着美君来到医院做一次彻底的检查，然而检查出来的结果令人震惊，美君竟然罹患上了骨癌。啊，医生，你有没有诊断错误啊？不会的，没有错，要赶紧安排时间在院为他治疗才行。怎么会这样呢？美君在医院里做了部分骨头切除手术后，又进行了化疗，之后便回到家中休养。每当夜阑人静，母亲望着美君瘦弱的身躯，便会潜心祈求，愿代受其苦。但无奈苍天无语，美君的母亲总是在夜里声泪俱下，柔肠寸断。美君回家休养没几天，又突然发起高烧，于是家人紧急把她送回医院。啊，好烫啊，不行，要赶紧去医院。医生，医生，我女儿她怎么样了？哎，情况不是很好，你女儿体内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肺部，造成肺部感染，所以才会发烧的。啊，医生，您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的女儿啊！啊，对不起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几天后，美君又引发了败血症，此时她全身疼痛难忍，医生宣布治疗无效。医生，求求您救救我的女儿吧！她现在的情况很差，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肺部，又引起了败血症，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。就在美君的母亲伤心痛哭的时候，遇到了前来探视的郑老师。美君妈妈，你怎么了？美君还等着你去照顾呢，你要是哭坏了身体怎么办？要保重身体呀。郑老师，是你啊，你不知道，医生说美君她已经治疗无效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郑老师啊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事到如今，你不如上山请示法师，或许他能指点好办法的。法师，正值佛诞日当天，母亲带着弱不禁风的美君上山谒见法师。
希望请师父慈悲，为美军及家人传授皈依。你们现在已经皈依三宝，以后一定要吃素、放生、遵守戒律。嗯。这是佛经、念佛机、金光明沙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圣物。美军，你以后可要时常念佛，求愿往生净土。嗯。啊。没事，他这是在忏悔。从法师那里回到家后，美俊和家人每天都会进行放生，从未中断。放生一段时间后，美俊全身疼痛不适的现象竟然不见了，他也因此更懂得感恩。美君，你感觉如何呢？身体还痛吗？嗯，已经好几天没有痛过了。妈妈，对不起。美君，没关系的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妈妈，刚才我睡觉的时候看到观世音菩萨了，他说要带我去一个遥远的地方。这是菩萨慈悲，要接美君往生吗？美君，如果你再见到菩萨，可不可以和菩萨讲，让你快快好起来，等长大以后再去。好的。皈依后第九天下午3点，美君，美君，你怎么了？妈，菩萨要带我走了，你念佛帮助我顺利往生净土好吗？好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美君在家人念佛声中安然往生。美君往生后，他的母亲思念心切，黯然神伤，一直坐在美君床边念佛。突然他看见了一朵小莲花，而后变成一朵大莲花，花瓣一叶一叶地开。美君，是美君吗？妈妈，我马上就要去西方极乐净土了，您一定要诚信佛法，时常护生放生，以后我们就会在西方极乐净土团聚的。美君，美君，不要走啊。美君菩萨如同一根小蜡烛，虽已蜡炬成灰，但他所放出来的光和热却点燃家人的法身慧命，也为此五浊恶世作一向导。愿所有见闻者发真信心，修持敬业，仗佛愿力，往生净土，常享法乐。No.
大风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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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